my friend was telling me, oh, 我朋友跟我讲要吃辣的。 This is 辣。 Is it like 年糕吗？还是？ 辣。豆腐。 OK。 很辣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辣。那个黄皮应该是甜甜的，圆的比较，这个圆的很辣。这个是一口，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辣，这个很辣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是 like the classic， 不都 classic？ The classic， yeah。 第一次看拿筷子吃，他没有吃过，没有。啊，有点难咬。 哈哈哈哈哈！你看上手才是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喜欢吗？喜欢，特别。我们那个 apartment 里面全到处都是辣条，不知道就是要去那个上去买吗？还是已经买？来我们家。 我们家到处都是辣条，到处都是辣条。你饿了没有东西吃？你翻哦，辣条，哎，这里辣条，辣条，辣条，贵吗？不贵，不贵，非常便宜。你猜一下，小时候喜欢吃的。我们小时候蛮爱吃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我不知道有没有把红枣。